这两碗是王大哥那桌的，小心烫啊！哦，哎，小心烫！哦，怎么了？烫着了？没事。烫着了？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 喝点吗？嘉欣，跟我回家吧。你干嘛？我真的好想你，跟我回去吧。 如果你对蜥蜴还有感觉的话，就别再犹豫了。我没有，骗自己。回去吧。好了。 有个问题，跟感情有关，可以问一下你的意见吗？说吧。跟我前夫有关。其实，我对他的感情挺复杂的。怎么说？ 我们算是不打不相识，我的出现打乱了他原本的生活，他应该特别讨厌我吧？那你还喜欢我？嗯，那你讨厌他吗？ 他觉得照顾我是他的责任，可其实那个时候，他心里还有别人。我心里哪有别人啊？我不都说要跟你在一起了吗？你以为我下这个决定我容易吗？我什么？他脚踏两条船？ 也不算吧，情况有点复杂，但我只知道他很努力想解决问题。算你还有点良心，唉。可惜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在一起，所以重新遇到他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我发现。 他还是可以轻易地影响我的情绪。那你对他还有感情吗？